自闭症患者夜雨，喂喂喂喂，有声音啊？喂，一直喂个喂个。那我们这次要玩的呢，就是这个百变节奏，它新出的第二个百变节奏，它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你一进去的时候，你会有三种东西可以给你选，就你进去呢会有守护者、侦察骑士跟求生者三种让你去选，然后你选呢，你可以有一种是主动，两种是被动。女人，佳佳，三周年了，抱歉，三周年，所以有你真好。我在考验那个帮那个夜雨制造一些机会，邀一下邀哥邀哥，就是要来介绍这个百变节奏。然后呢，他每局海岛地图都会刷新三个那个像是电音的那种广场，三种分别是，比如说有守护的是会有一个半透明的防护罩，减少敌人子弹的伤害。自闭症患者夜雨，喂喂喂喂，有声音啊？喂，一直喂个喂个。侦察的呢是会标记敌人，齁，你可以丢一个东西出去标记敌人的位置。求生的是会就按下去之后会把自己的服装变成吉利服一段时间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再帮我叫两个人？我再弄一下东西。明明看你看我这一个小黄鸭。小黄鸭还不错啊，蛮可爱的。内裤黑色的、欸。你说你买这造型就是为了看他内裤是不是？啊，哎、欸，好了，我先我来邀人，我来邀人。等一下，我先邀一下啊、喔，跟我同队这四个啊 ，ZAY， 还有统神火锅王，厉害了我的梗。哎、欸，雪糕。雪糕不是上次也有跟我一起玩那个吗？记得你们吃鸡的话要截图啊。那杀到我的，你如果跟我不同队，现在赶快配对。杀到我的，这一次是送你实体周边哦，是实体的哦，不是送你虚宝而已。所以呢，我这一次是不会放水的。这个百变节奏呢，它里面有三种的职业可以选择，来给大家看。一种叫做伺候骑士、守护者跟求生者，一个主动技能跟两个被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。大家对我的认知应该就是守护者了。守护者就像这样，你看发下去会有一个盾哦，减少伤害。你要跳伞吗？哎、欸，不要，你直接帮我跳进那个黄黄的东西，直接帮我跳进黄黄的东西，靠你了，女人。那我们去左边那个好，左边那个。呆呆。不要一呆啊，靠腰哦。然后这个的玩法介绍就是出生岛会出现那个技能界面，我刚刚开给大家看，就有守护者、侦察骑士跟求生者三种。敢不是欸，会有人来杀我欸，感觉我不能跳那么恐怖的地方欸。每一场都会出现三个这个电音广场，就像这个黄色的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然后里面都会有一些小游戏，然后还可以当 DJ， 然后换音乐。怎么都没枪啊？啊，队友怎么死啊？哦，我比较喜欢这首歌。啊，有人是不是？厉害了我的梗！啊！刚我们灭团了。开扁。欸、有人跟我讲一下、欸，玩一下，没人。哎、欸，我跑出去回一下客户讯息，你们先玩。好。连击几下会有装备喷出来吗？我有点好奇。哎呦，游戏结束，你的评级为 SSS。哎、欸，他会掉东西啊，女人，你在骗。统神火锅王跑去找车了，然后看起来我以为他来乱了，结果他好像会玩的呢。看他往右飞嘞，他要去找车子嘞。哎呀，飞到这什么地方啊？啊！他们有两个人去找车了，有料有料有料，统神火锅王有料哦。好啦，看起来这场有希望吃鸡啊。我们前期没出事。哎呦，我补一下那个。哦，要卡哦，升级，正在升级。哦，哦，哎，好炫炮、哦，哎、欸，有人呢、欸，快点，等一下，留几只给我打啦，哎呦，雪糕，太强悍了，哦，这就是我们的音乐祭坛，我们可以来领那个 buff，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主动技了，那我们可以再来领被动技。
这边是轰炸区，我会不会被轰炸炸死啊？哎，倒一个，倒一个，水哦！在我们精美的配合之下，成功歼灭这个偷袭仔了。哎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这是真。哎 ，OK， 我靠，我是鬼 ，OK， 我有天分，所以，哎呦，你看啊，正中心。哎 ！Enemies ahead。现在掉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哎、欸！我看到了，你们不要动，你们不要动，你们不要动，我看到。有没有关键的最后一杀？吃鸡了！哎、欸，你们记得去截图啊，给官方啊！长跑高手，百变节奏的主题，就像我们这个，虽然说我没用到几次，就有防护罩啊、侦查啊什么的。反正这个模式就是三周年开出来那个新多的。今天 PUBG 就新闻到这。那欢迎各位新手或者要回锅的，都可以尝试看看。大家对这个百变节奏有兴趣的话，赶紧下载起来玩一下。